是谁？一定是你！怎么了，胡萝卜？你们干嘛？胡萝卜要干嘛？你要吃的、喔？他要去炖那个啦。哦，对，牛腩红萝卜牛腩、啊。虽然食物吃一吃进到肚子里面，最后出来都是一样。可是，不是我以为那是给狗狗吃的。这个狗狗吃也切太大块。哦，物问苍天。我看到你叫阿展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筷子什么之类的，就看到就啪，我就受不了了，很快。你是不是属于那种事情如果没有在轨道上面，就会觉得不是？因为我刚刚在里面听到一句话，什么？是谁今天要办这个活动？然后呢？你觉得很难过？没事，有时候人只是随口讲讲，你不要走心啊！你不要走心啊！谁出的主意要办这个趴？最原始的话题问题是谁的主意？没事，真的没事。红萝卜有点辣。来来来，对，红萝卜太辣了。他开玩笑的啦。开玩笑。不是你啦。我觉得你想把事情做好。我刚不在家。然后给自己的压力太大。我知道。今天就是大家来开开心心玩。你有享受在其中就好，你不要把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了。没事，他也是无心，你听了也不要在意。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没事。我觉得你把自己绷得太紧了。你看，今天我们一下子在布置，一下子在备料，一下子什么，你这边也要顾，那边也要看，然后这边担心，那边烦恼的。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很尽兴，然后主办的人压力这么大，那也不是我们想见到的。但有谁的？你好棒哦！怎么？什么？谢谢你带我们来这边玩，我超开心。I love you， 谢谢。你每次都说我们要当一辈子姐妹，然后我昨天回你说，我这个人活在当下，我不谈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的意思不是代表我不在乎你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们先活在当下之后，就有可能到一辈子了。Right, 来，再亲一下。谢谢。干嘛哭啊？我刚烟呛得很那个啊。我知道你又切洋葱，对不对？